阿仔睇唔睇阿仔？阿仔好似睇喎。佢睇咗啦。系啊。未啊，只眼睇。一陣睇啊。系喎。睇爸爸幾點努力翻啦。睇點肥法？呢個好似睇先，肥人三部曲，肥人四部曲，由華爾街開始，跟住就係啊市物者。華爾街市物者。跟住呢套，跟住市埋個 skinhead 就同阿聯詠儀，最後肥人。肥人四部曲就拍咗四部戲咯，而家瘦翻啦，而家咪瘦人一部曲啦，而家瘦翻啦，瘦翻啦，係咪都減肥開始？唔係，因為呢個身形先係自己平時健康啲嘅身形，車呢條啊嗱，咁嗰啲係為咗個角色去增肥嘅啫，爭幾多啊？其實最肥同而家為咗爭十公斤㗎，都大大話話。我是为了我识增肥，不是历年最肥。我都增不到去八公斤，冇办法，因为我喐唔到啊，去到八十公斤。古天乐嗰啲咁瘦，原来系成八十公斤噶死仔，佢重过我啊，佢骨重啊。嗰个增肥四部曲都享乐园好玩嘅，食乜都。食乜都食得系嘛？猪肺汤做早餐啊，煎糯米鸡啊，夜晚唔知仲要买咩食。仲要冬天五粒粒咁，你話真係正啊！係，咁而家有而家嘅好玩嘅。但係你減辛辛苦啊？減辛辛苦。我慢慢減嘅，因為都唔係一次過減嘅，慢慢嚟咯。咁呢個跑個步咯。八至十公斤減翻幾耐先會翻你嘅健康身形？都成個月㗎，要搞。好快啫！哇，一個月減我十零斤，好快啊！一個月減幾斤啊？最難係忍口啊！唔係，其實我不嬲，我好中意食嘢，但可以又可以唔食嘅。唔係，其實點解我繼續食㗎？食都係食咁多，個運動都多咗嘛。我叫我仔話：你中意食嘢，你就要做運動咯。